弟兄姐妹们，大家早安。今天我们是通过网络来敬拜我们的神，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无论我们在哪里，都要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们的神。下面请大家预备我们的心，来朝见我们的上帝。弟兄姐妹们，下面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开始我们高贵林宣道会国语堂2021年5月2日的主日崇拜，请听我读主的话语。诗篇19:1-2，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弟兄姐妹们，下面让我们低头同心的祷告。亲爱的主，在天的阿爸父，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一心要称谢你，我们要赞美你一切奇妙的作为，我们要高举你的圣名。感谢主，在这样一个美丽的清晨，是你亲自召聚你的众弟兄儿女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和遵从你。感谢你呼召我们，感谢你爱我们，感谢你将天国的福分赐给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这样末世动荡的时期，使我们毅然坚守信仰，持定信心，让我们知道靠着主，我们就可以得胜有余，因为你已经胜过这世界，战胜死亡。主，你说，我将这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主，我们感谢你把平安赐给我们，尤其在个人居家隔离、疫情肆虐的时期，甚至世界越来越败坏的光景中，我们依然有衣、有食、有住、有亲情、有家庭，我们依然有教会，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与你亲近。主，在这里，我们特地的为印度的疫情向你献上呼求。因为那里的疫情非常的严重，人们在水深火热之中，每一天都有无数的家庭破灭，死亡的人数不断的飙升。主啊，求你怜悯那地，怜悯那地的人们，尤其保护在那里的宣教士，主的儿女们，止息那里的哀声，止住疫情的扩散，让人们在困难和困苦中依然有盼望，依然知道你是那位赐永活生命的主。求主眷顾那地，让那里的人们能够得到世界各国国家应有的帮助，让疫情可以被控制住。主啊，我们也把全世界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的疫情都仰望在恩主的手中。我们知道病毒虽小，却在慢慢地侵蚀着人类，但是主，你依然是坐着为王的主，一切都在你的掌控之中。通过疫情，主，你真正的心意是让更多的人能够回转向你，因为你再来的日子近了。今天我们恳求主赦免人类的罪，求主接纳我们的祷告，求主让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每日可以更加的亲近你，靠着你的话语得胜，靠着你圣灵的能力面对每日的难处。主啊，求你保护我们的教会，求你亲自带领教会，亲自带领众弟兄儿女们在真理中生命不断长大。
求主建立我们的爱心和信心，让我们爱神爱人，将基督荣美的品格活出来，在世界上做美好的见证。主啊，我们感谢你宝贵的话语，滋润我们每日干渴的心田，让我们可以借着你的话语的能力重新得力，让我们知道神真正的心意和美意，让我们弟兄姐妹们能够彼此相爱，彼此同心，彼此看顾，彼此合一，彼此扶持，同走天路。求主借着今天讲员赵牧师的口，将你的心意向弟兄姐妹们陈明，让我们听了你的话语的时候，就如甜蜜的甘露，清新的气息滋润我们。主，我们赞美和感谢你，感谢主，奉我主基督耶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好，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站立，用歌声来敬拜我们的神。诗篇第八章第九节，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人品惶惶，居安休憾，属你的人。
姐妹们，感谢主，让我们可以用诗歌来敬拜他。下面是我们圣餐的时间，在领受圣餐之前，请听主的话语。哥林多前书11:23-29，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掰开饼的时候，我们就要想起主的身体为我们舍；当我们举起杯的时候，我们就要想起主的宝血为我们而流。主耶稣特地要门徒来纪念他的死，因为这是一份爱人的死。我们所有一切的好处都是从主耶稣的死而来的，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因着主基督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成为我们替罪羔羊，偿还了我们人不能偿还的罪。主耶稣的死是甘愿的，是顺服的，显明了主的大爱。他把自己的身体交在恶人的手中，用自己的身体承担了世人的罪。当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是伸出我们信心的手来接受这一位恩主与我们相交。主耶稣让我们谨守晚餐，只等到他来。主耶稣还要再来，这是教会和众圣徒的盼望。耶稣不仅为我们死，他还要复活升天，有一天他还要再来接我们回天家。尽管今天我们尚有缺乏，但当我们见主的面的日子的时候，我们就必再向他。主耶稣让我们按理来领受主的圣餐，就必须来省察我们自己的心，反省自己的罪，向主一一的承认我们的罪。如果有什么罪我们还没有来认识，那就是来干犯主的身体、主的血了。因为是人类的罪把主耶稣基督钉在了十字架上。如果我们不把自己的罪认清，神会来审判我们，来惩罚我们，直到我们认罪悔改来归向主。好，下面弟兄姐妹们，下面就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来自我省察。我们反省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以及不讨神喜悦的地方，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求圣灵来光照我们。好，下面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
亲爱的主，我们赞美和感谢你。当我们领受你为我们所设立的圣餐的时候，我们看到你长阔高深的慈爱，我们看到你的公义和信实，我们所看到你为众人的罪献上了生命，舍命的救赎和救恩，我们看到你的心意和美意，因为你不愿一人在黑暗和灭亡中沉沦。主，我们都是软弱的，我们更是不配的，我们依然活在每日的挣扎和煎熬中，我们面临着各种各样的软弱和无力，因此你才为我们设立了如此厚重无比的救恩与救赎，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是靠自己，而是靠着你在世上而活。我们知道你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你里面，我们有来自基督的美好的平安和应许，因为你说凡劳苦重担的人都到我这里来，我要使你们得安息。主啊，求你亲自洁净我们，赦免我们一切的不义和隐而未现的罪，让我们在与你相交的时候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面前，承受你的救恩与赐福。主，我们感谢你，奉我主基督耶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好，弟兄姐妹们，下面让我们在各自的家中拿起这饼和杯来。在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说，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让我们同心用感恩的心来领受主的饼。饭后照样也拿起来这杯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用感恩的心来领受主的杯。好，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和赞美你，感谢你为我们舍命所设立的圣餐，为的是让我们纪念你为我们而死，为我们的罪付上的代价。因为你所承受的鞭伤，我们得到医治；因为你所受的刑罚，我们得以平安；因为你长阔高深的慈爱，我们可以成为天父的儿女，承受永生国度的基业。主啊，今天我们领受这杯这饼，得以与你联合，成为你的肢体。主基督耶稣，你是教会的头，教会是你的身体。求主帮助我们在教会里成为有生命的肢体，生命得到更新，并且明白我们与你联合。求主更新我们，增加我们服事的力量，让我们在主里合一，完成主托付的使命。主啊，此刻我们纪念你为我们受死，复活升天，是让我们记住你为我们死，我们今日就要为你而活。让我们长存喜乐、盼望、信心、爱心，有受苦的心智，直到见你的面。让我们也付上代价，愿意跟从你，顺应你的呼召，做主的门徒，将福音传遍地极。主，我们感谢你，奉我主基督耶稣得胜的名祷告。好，弟兄姐妹们，今天圣餐的时间就到这里结束。弟兄姐妹平安，大家好，感谢神，刚才带领我们敬拜的团队，帮助我们一同用诗歌来敬拜。跟着下来，我们继续读神的话语。
诗篇127和128篇，这两篇的诗篇也是我们今天讲到要思想的经文。大家准备好了，如果你在家慢慢拿着你的圣经，我们一同慢慢的念这两篇的诗篇，加起来才11节的经文啊，预备，一二三。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努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了，人变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第128篇第一节，凡敬畏耶和华的，遵行他道的人变为有福。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座子，好像橄榄摘子。看啊，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耶和华从石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愿平安归于以色列。阿们。我们再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赐下宝贵的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一同来敬拜你，思想，求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引导我们，开启我们的心思，然后我们一同来献上我们的感谢和敬拜。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年从一月到四月，我们完成了天国子民的非凡生活这个主题。这个主题其实带领我们从马太福音第五章到七章这一段圣经里面所记载的耶稣基督登山宝训中，我们一起集中四个月的时间去看，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幕后的时代，特别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的时代当中，我们仍然能够活出天国子民的见证。那过去几个月完了，我们也可以说是在山上领受了主的教导了。那上完山呢，还是要下山的哈。所以从五月份开始，我们是要讲到下山实践的问题了。所以第一件事情，下山要面对的，我们要实践的事情是在我们的家。所以五月跟六月这两个月份的里面，我们进入今年的第二个主题。我们叫 I at 五家。其实是爱在我家了哈。英文堂呢，你会发现他们的主题是 Home Improvement 啊。如果从英文直接翻译做中文呢，可能应该是家居改善、家居维修哈 ，Home Improvement 哈。但是我们没有这样翻译，我们说 I at 就是在我的家。也许把中文跟英文两个名称加起来，就更能够表达我们这个主题背后的意义了啊。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家不是那个房子，而是家里面的人。就是因为爱，因为上帝的爱，家就需要不停的维修，不停的维持，不停的改善。
我们都知道在疫情期间过去一年多，很多人不能去旅行啦，不能去探亲啦，都待在家，我们就发现很多的人呢就在家里面呢，趁着这样的机会修这个建这个改那个哈，所以呢很多卖建材的店铺好像 Home Depot 啊，这一类的店呢，他们的生意就更火了哈。甚至有人告诉我说，那些木料啦、建材啦、装修的工具啦、等等这些的东西的价格、都涨了很多、大家都抢着要买，在家里面做装修、其实我们想一想，就算没有疫情啊，我们的家、我们的房子，其实都需要保养、维修、改善。家里的人，我们也是一样，需要主的爱，需要彼此的爱，来彼此保养。所以就在这样的处境底下，我们今天一起来思考未来这两个月，就是爱在无家这个问题上。当然呢，下个礼拜大家都知道是母亲节啊，然后六月份的第三个礼拜是父亲节，所以我们在五月、六月份里面都会讲到母亲的角色、父亲的角色，这是关于这个家的一部分的信息。但是我们也会讲到夫妻恩爱的秘籍所以你留心期待着这个题目哈。还有我们会讲到两代之间的沟通，父母跟儿女，儿女跟父母的沟通哈，甚至我们会谈到独身的问题 singleness 啊，因为有一些家里面的人他终身不嫁终身不娶，有 singleness 的问题，我们怎么看。我们也会有一个主日讲到关于这个家里面的是怎么样去管教孩子的问题啊。最后我们其实有一个礼拜，六月最后一个礼拜的信息是关于医治的问题，家里面的人怎么样彼此的饶恕，彼此的接纳啊。所以我把这个今天第一次的讲道做一个导言哈，给大家知道这五月份六月份，希望大家一起来期待我们这个踏上这样的一个爱在无家的主题的一个旅程上，我们一同学习，一同在主日的里面就听到，听了之后我就鼓励大家弟兄姐妹，在你们的小组，在你们团契里面，在回应，在讨论，在分享啊。今天呢，我的讲道主要是一个导言的作用啊，一个引导的作用。我们思考诗篇127跟128篇，我们会思想四个方面的根基，家庭的根基。第一个的根基是什么呢？第一个根基是在家里面的，我们必须要知道，敬拜信仰生活是从家庭开始。简单的说，你要去过一个属灵爱主敬拜的生活，请你不要忘记把你的家带上一起来。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诗篇127篇、128篇这两篇的诗篇呢，在整本的诗篇这本书里面，我们知道诗篇一共有150篇的诗篇在里面，其中有15篇的诗篇，我们一般称呼作所罗门的上行之诗，The Songs of Ascent， 就是向上走往上的时候的诗篇。这十五篇的上向走的时候的诗歌或者诗篇，就是从诗篇的120篇到134篇，这十五篇诗篇。你可以看见有诗篇120篇到134篇，这十五篇诗篇里面，一开首第一句的话就是这样说，所罗门的上行之诗。没有人确实肯定，100%肯定为什么这十五篇的诗叫做上行之诗。但是其中有一个很可能的说法，
我们都知道为什么是所罗门的上行之诗呢？就是第一个以色列人的圣殿是所罗门建造的，所以去所罗门所建造的圣殿敬拜的人啊，有人这样讲，很有可能是这样，他必须要走15级的楼梯，15级的很大的大理石的阶梯，才能够上到圣殿的门口那个广场啊。所以每走一级，他就歌颂或者是背诵一篇的诗。所以你可以想象，上第一级就是诗篇120，第二级就诗篇121，一直上到15级到134篇，你念完了，你唱完了，你背诵完了，你就到了圣殿大门口那个大广场前面了。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的，所以这是为什么说叫做向上之诗歌，不但只是带着一种向上朝拜敬拜永圣上帝的心态，而且这些大部分的15篇的内容里面都是跟现实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比方说诗篇120篇开始的时候就讲到以色列人面对困难啊，面对恶人啊，面对试探啊，就是带着这样的生活的现实开始来向上朝拜上帝。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当你在生活的现实的当中反省人的欺压、困难、挑战、试探的时候，你来敬拜神，就把你现实的生命状况跟你的信仰紧扣在一起了。所以敬拜上帝从来都不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生活，敬拜上帝从来就是一种跟现实息息相关的生活。然后上到第二级楼梯哈，那个大理石的阶梯，第二级就是诗篇121篇。诗篇121篇可能我们比较熟悉的，诗篇121篇就是说，我要向上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啊？原来保护以色列的不打盹也不睡觉啊。所以为什么能够在困难挑战各样的试探恶人的面前，我们仍然能够往上阶梯走去敬拜上帝呢？因为耶和华是我们的帮助啊。所以如此类推了，一直到诗篇134篇，最后15篇到上帝最后这一篇的时候，你就看见这个圣殿的大门就在你的面前展示出来。但是奇妙的地方就是这15篇向上的诗歌，去到中间的时候，大概第八、第九篇，就是127、128，这里所讲的是什么？是生活的现实里面的是什么？是家庭。家庭是上帝祝福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所以这里就提出一个敬拜的人来向上走到圣殿的时候，你必须要有一个健康敬畏上帝的家庭。因为一个敬畏上帝的家庭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是何等的重要。我们中国人说，国建就家康，家兴则国旺，就是这样的道理。在人类的历史给我们看见，要一个民族伟大，一个民族能够富强，必定是一个能够坚守保护每一个家园的国家。反过来，当一个一个的国家里面，一个一个的家园衰败瓦解的时候，民族
那个国家的文化就没落，那个国家也必定会消亡。英文这个词是 country 或者是 nation， 但是我们中文翻译 nation 跟 country 很多时候不只是一个国，我们叫什么 nation， a nation， a country， 我们翻译作国家。一个国家有国也有家，所以一个向上走往圣殿敬拜的群体也必定是一个一个敬拜敬畏耶和华的家庭。千万不要把信仰私人化个人化，信仰必须要家庭化，家庭必须要信仰化，这是犹太人留下来给我们的智慧。其实如果我们从犹太人的生活的经验，宗教的生活经验里面，我们就发现信仰敬拜敬畏上帝是从家庭开始的，不是从圣殿开始的。我再讲一次，在犹太人的文化一直到现在，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忘记了，信仰敬畏上帝爱上帝不是从圣殿开始，是从每一个每一个的家庭开始。所以当犹太人男的带着家庭去敬拜，他是已经在家里面建立了一个敬拜的生活，然后带着他的家庭一个阶梯一步一步一步走到上去所罗门的圣殿去朝拜上帝。今天这个是成为我们的一个提醒，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分隔性的一种属灵观，关于宗教信仰呢，我们就交给教会，关于孩子们的学习 academic 学问就交给学校，家就干什么，干是管烧饭，家是管什么，管赚钱。所以我们分工合作，很说啊，孩子的信仰教会管，孩子的那个学业学校管。其实不是，我们都知道犹太人圣经给我们的一个反省是，你要带着你的家从家开始，然后向上敬拜上帝。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有的时候不了解这个情况啊，教会为我的孩子做什么？其实问题应该反过来说，请问你为你的孩子做什么？特别在信仰上，你为你的孩子做什么？所以第一个根基，你要带着你的家向上敬拜。第二个根基，127篇一开始就这样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努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有的时候我们祷告啦，我们彼此鼓励的时候啊，就用这一段的经文就讲到我们的服事教会的事工。其实这一段的经文是讲到家庭的哈。这里一开始就有两个重复的句，若不是，然后另外一个重复就是枉然啊。重复有一个很重要的用意，就是提起那个听众或者是读者的注意。所以他讲一次不够，若不是啊，你听了可能漏掉了，所以再来一次，若不是啊，枉然，然后又一次枉然。那提起注意，注意是什么呢？注意的地方是耶和华跟人的努力的对比。
若不是耶和华你建造这枉然，若不是耶和华看守，看守的人就枉然。所以这里做将耶和华跟人的作为做一个对比，那个作用，整段圣经一读完之后，所有听的人读的人都会发现一件事情，就必定会带来一个结论，叫听众或者读者留下一个结论。那个结论是什么？对呀，就是因为有耶和华，所以才不会枉然的建造。对呀，就是因为有耶和华来看守保护，所以我们不要怕，我们看守的人就不会枉然警醒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安然是因为我们的家有耶和华来建造，有耶和华来看守。我想这个是人生最聪明的一个建立家庭的根基的观念了。因为人生最大的试探往往是在哪里？都要靠自己的，把自己的努力，把自己的才干，把自己的财富、资源、学问、聪明，在修啊，心理学、教育学、家庭管理学，什么都学完了，做了家庭学博士，然后用家庭学博士的知识来管教自己的家，把自己的人的建造跟警醒跟努力放在首要的位置，然后才想一想，哦，在我建造我的家庭的时候啊，耶和华在哪里？好吧，把耶和华就放在这边吧。然后放完了之后，自己还在努力，自己还在建造，用自己的资源，用自己的知识来建造自己的家。亲爱的弟兄姐妹，世人几千年前就已经告诫我们了，若不是耶和华建造，你建造的都是枉然呐。其实我们一般这样的心态很正常，是一般中国人的心态。我们中国人说什么？无事不登三宝殿。所以平常在生活里面自己说了算，真的搞不定的话呢，好，我们中国人也有一句话，临机抱佛脚，临时抱那个佛的脚啊，真的搞不定了啊，就去抱上帝的脚。平常呢，我说了算，上帝啊，我的家不要你管。其实诗篇127篇告诉我们，千万不要这样啊，千万不要有事终无厌，无事就下迎春啊，有事就找上帝，家里面有事找上帝，无事就找爸爸妈妈。这里有第二个很重要的根基，就是说上帝耶和华必须成为我们的家最高的优先主权，他掌管我们的大大小小的事。其实那个道理很简单，在家里面有什么事情，你先想一想，在上帝面前想一想，我这样做这个事情，我这样做这个决定，我这样花钱，我这样买房子，或者是我这样卖我的房子啊，我这样的不停的工作赚钱，拼命的赚钱，为了要供那个房贷嘛啊，我这样带我的丈夫，我这样带我的妻子啊，我这样带我的孩子，在上帝面前你问一问上帝啊，我这样做能不能过关？上帝啊，你喜不喜欢？如果过了他的关，那就不会枉然了。如果你认为他在他面前都不过关的，那你所做的一切都是枉然了。第三个根基很重要，是赏赐和祝福的问题。
我们发现呢，这两篇的诗篇讲到儿女、妻子、家庭，都是跟赏赐、福气、享福、蒙福、好处、平安这些的词连在一起的。你所以读一遍的时候，你觉得很有意思。你也可以想象一个犹太的男子带着家庭走那15个阶梯，去到第八、第九、第127篇、128篇的时候，可能他信从信里面就笑出来了。为什么？里面讲到他的家，他带着他的家一起上圣殿去敬拜。原来他的家就是上帝的祝福，原来他的家就是上帝要这个家享福有平安的原因。所以带着家庭上善去敬拜，这个是何等的蒙福啊！这个是上帝，永恒的上帝，创造天地的上帝的一个设计，要把平安、赏赐、祝福透过家庭来赐给他所爱的每一个人。既然孩子、家庭、妻子都是耶和华的祝福和赏赐的宝贝，那第三个很重要的根基就是让我们好好的在家里面去爱惜、去欣赏、去享受、去保护这些的宝贝。而且看这些的宝贝，就是你的孩子、你的妻子、你的丈夫、你的儿女，看这些的宝贝比个人的成功、成就、事业、财富所追求的满足和享受都更加的宝贵。你必须要有这样的眼光。今天我们看见很多的家庭都本末倒置了，很多人选择不结婚。我们知道，无论是中国或者是西方，结婚率持续的下降，甚至有人情愿同居而不愿结婚。当然有很多复杂的社会的因素跟理由，但是其中有一个原因我常常都听见，是因为个人的自由的问题。个人的自由和个人追求的想望的事情比妻子、比丈夫更加宝贵。所以有一句想法，就是和就住在一起了，不和合不来就走人了。那为什么要一纸婚书要结婚呢？所以选择同居吧。而另外我们有发现，不单只结婚率下降，离婚率也上升不但是如此，有很多人，越来越多的人，就算是结了婚同居，选择推迟生孩子，甚至选择不要生孩子。当然这个背后的原因也有很多社会的因素，很复杂，但起码其中有一个考虑是为什么呢？就是不想被束缚住。为什么推迟不要孩子甚至不要孩子呢？因为还需要很多时间来追求事业的成就啊！哎呀，我还没有做到我公司的 CEO 啊！还有很多的享受，自由自在啊，还有很多财富我没赚，还有很多到处的旅游的机会我没办法达成，还有向往人生很多的计划里面要追求的，所以不能够给孩子把我拉下来呀，不能有家庭的负担负累呀。香港人有一段时间曾经这样计算过，要生跟养一个孩子要300万，甚至有人
活到这个世代还有人去计算，哎呀，我要生要养一个孩子要多少钱，然后如果生两个要600万了，不得了啊，倒不如不生了，这样啊。其实社会学家告诉我们说，在中国过去很长的时间有这个计划生育的情况，今天我们看见已经带来巨大的社会的影响，包括了影响了劳动力的减少。加拿大为什么一直有这个移民政策，就是因为很早就发现劳动力减少了，劳动的人口减少，然后老人的问题、医疗的问题、社保的问题压力越来越大了。另外也有人说有了孩子带来很多的失去，会失去很多啊。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原来在上帝的创造的设计里面，给你孩子，给你妻子，给你丈夫，给你家庭，上帝就是用这一些来把祝福带到每一个人。亲爱弟兄姐妹，你没想到你这一生在寻找的宝贝，其实那个宝贝不在家外面，那个宝贝就是在家里面，就在眼前。有一个神学家，他解释在诗篇127、128篇的时候，他有一个总结，他说，每当我读到这两篇诗篇，我看不见什么沉重的负担，我也看不见什么扰乱生活的凄花，我也看不见一张张张开大口的嘴，要吃饭嘛，孩子哈，我也看不见一个一个要供书教学的孩子，我也看不见怎么样什么提出这个赢在起跑线，怎么样为孩子铺排人生道路，希望他到最优秀的大学，我从来都没有看见这些。我只看见的是什么？儿女家是耶和华所赐的福气，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是宝贝。原来家只会让我们人生增加，增加那个增值的问题。只有家为我们带来荣耀和美好。那当然，这里所形容的那个祝福是什么呢？都是有它时代的背景。比方说，少年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然后讲到妻子，128篇第3节说，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坐着好像橄榄摘子。这些都是特定的时代历史的背景，我们今天不会用这样的讲法来讲到一个家庭的福气的，但是他有他的独特的背景，是讲到福气啊，有福啊，你好像剑在里面充满剑，剑是用来保护自己家园的，你袋子里面没有剑，你的家就糟糕了啊。所以这里所讲的家庭是祝福，是上帝给你的宝贝。宝贝，人生最大的宝就在你的家里面。最后一个根基，诗篇第128篇，这里有一个词重复出现的。128篇第1节说，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变为有福。然后第4节又重复，看啊，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这样蒙福。所以第1到第4节就好像一个前后的呼应，然后第5、第6节就是两个愿，
第五节说，愿耶和华从慈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哎呀，真宝贵。第六节，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愿平安归于以色列。第五、第六节在总结家庭带来的敬拜跟幸福的时候，有四个的愿，四个的愿是四个的祝福。但是前面必须要有第一节，凡敬畏耶和华，然后第四节，看那敬畏耶和华。敬畏耶和华的人是怎么样有福呢？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第二节，第三节，敬畏耶和华的人，你的妻子就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等等等等。哎呀，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建立你的家，带着你的家往上去敬拜朝见上帝，你要带着你的家又知道，若不是耶和华，一切都是枉然。你也带着你的家，你知道一件的事情，宝贝就在你的家。最后，敬畏耶和华。敬畏耶和华的人有好处，敬畏耶和华的人看见平安。今天我们在加拿大生活，我们的家，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因为敬畏耶和华，好处都不在我们的主以外。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今天从诗篇127篇、128篇，我们再一次的反省，你今天赐给我们家，无论我们是做兄弟姐妹，无论我们是做儿女，无论我们是做父母、爷爷、公公、婆婆，今天我们明白一件事情，在你的创造当中，你建立婚姻，你建立家庭，就是透过婚姻，透过家庭赐下你的祝福。今天我们面对这个世界里面对家庭有很多的冲击，我们求主怜悯我们这个世代，叫我们知道你原先的设计，帮助我们建立一个一个的敬畏耶和华的家，让我们的社区、我们的国家就有好处，就有平安。我们这样祷告，垂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们，请站立，我们一同来唱三一颂。姐妹们，请依然站立，领受上帝的赐福。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尤其在疫情依然流行、居家隔离的阶段，更有主所赐的平安、安稳、健康与安慰与我们同在。愿主基督耶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与引领，常与你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兄姐妹们，下面是我们欢迎和报告的时间。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参加我们高贵林宣道会国义堂的主日崇拜，我代表教会欢迎你。接下来呢，我们是主日学的时间。我们主日学呢是在 Zoom 上进行，那号码是和崇拜这个主日崇拜的号码是一样的。那我们现在是有两个课程，一个是呢心智上做大人，还有一个是福音和真理班。我们国义堂的祷告会是在每周四晚上8点到9点半进行，鼓励大家能够预备时间参加。Zoom 的号码是112-911-891。石小川传道5月1号开始以半职形式受聘为国义堂传道一职，仅此欢迎。那今天晚上7点到10点半，我们举行2021年。度的第二次执事会，请长老执事预备时间参加。讲解宣道会信仰宣言的主日学课程《心智上做大人》已经进入到第5课，是每主日上午的10:20在 Zoom 上举行，到6月底结束，由黄牧师主讲。Zoom 的号码呢是与主日崇拜的相同，请大家预留时间参加。2021年联会宣教大会 JMC 于7月2到4日在网上举行，现已接受报名，费用全免，首100名报名者可获赠特别礼物一份，报名请扫描二维码。由加拿大恩福主办的信仰零距离门训日5月22日周六9点到下午4点45分。那专题呢是包括上午的专题有建立门徒领袖，疫情下的情绪健康，2选1；下午专题有入世而出世，与 teens 同行，伴随子女过渡青春期，2选1。那父母工作坊呢有亲子崇拜零距离3到6岁现场示范，请扫描下面的二维码免费报名。我们教会的办公室时间是周二至周五上午9点半到下午3点，周六上午9点半到下午12点半。有关教会应对新冠病毒疫情的措施，请查阅本教会的网站；有关最新的疫情通报，请查询卫生部门的相关信息。我们教会所有的崇拜都在本会的 YouTube 频道上直播。那崇拜的时间是国语堂是早晨9点钟，英文堂是9点45分，粤语堂是11点45分。每周六粤语家庭崇拜是5点钟开始，只在 Zoom 上播放。我们最新的奉献方式是可以直接转给教会，或者是存入加拿大汇丰银行，或者皇家银行，或者是电子转账。在疫情威吓的情况下，我们需要的是更多的关心，而非更多的担心；我们需要的是更多的警醒，而非更多的惊慌。拿鸿书1:7，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好，下面让我们在耶和华赐福给你的音乐声中结束今天的主日崇拜。谢谢大家。